家了。可能是补的吧，只补这一半。他们要补的不同颜色。嗯，差不多应该就好了。不能轻轻菜菜，看调到一样颜色也不容易啊。放心。啊？放心，放心。那个要师傅工。调色我不是师傅，可是你要看现场啊，你要看现场的油漆啊。所以他这有补救，都补一半了。我以前高中三年寒暑假全部作业做油漆工。
站着的样子。现在很不爱开车。